现在父母最关心的事情就是孩子的教育成长。前几天一个认识将近20年的朋友来找我，带了他国中生的小男孩，聊到了他现在对于孩子教育的期许。现在的孩子啊，一张开眼睛，手指头跟眼球就紧盯着手机不放，小一点的呢，5、6岁就开始用手机，再小一点呢，1、2岁就也是黏着手机不放啊。去年联合国的调查报告说，手机就是一种电子海洛因，它会让人们上瘾，并且对于人的脑部发展会产生极大的伤害，因为接受影音声光的刺激，所以对于他的学习会只在额前叶这部分刺激他成长，是一种快速反应的能力，但是对于脑部的各区域成长是不利于的。上个月有一个14岁的小女孩，因为成天都看着手机，后来发现视力下降，几乎都快失明了。所以未来的孩子啊，因为多屏，无论是电视、电脑、平板、手机的声光效果，造成他脑部发展及视力下降，都是一种未来必须要面对的问题。我跟这位妈妈聊过之后，又跟孩子聊了一会儿。其实我发现，并不是孩子一定要黏着手机，当然成年人都离不开手机了，更何况孩子。但是对于孩子来讲，他也想要有各种丰富的生活啊。现在的孩子，父母禁止他常常出去玩，也不太能交到朋友，各种不同的课程学习占满他时间，而他自己真正想做的事情是父母不让他去做的。我认为孩子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让他坚持，不怕挫折，不怕困难的去坚持一件事情。我后来跟这个孩子聊天之后，跟他约定了一件事情，我希望看看这个孩子能不能创造他自己的坚持意志力跟创造力。我就跟他聊天啊，平常你最喜欢什么游戏啊、玩具啊等等。后来他说了肝脏、机甲之类的，然后他说到了他很喜欢一款钢弹的模型。我就跟他说，那你答应我一件事情，过了100天之后，我要妈妈带你去买这个钢弹模型好不好。这孩子倒是挺开心的，毕竟能够获得自己喜欢的模型玩具。那孩子就问我了，要他做什么事情。我说你回去拿一本本子，白纸的，然后一支笔，每一天画一支神奇的武器，写出这个武器的名称，给他取个名字，然后为这一个武器设计3个特殊的能力，然后再写上一段小故事，你带着这一支神奇的武器去做了什么冒险的事情，一天设计一个神奇的武器。孩子觉得挺有兴趣的，也觉得是一个挑战，但是他没有想过这样的事情，也挺担忧的，觉得自己可能做不出来。我说没有关系，你回去想一想，看看自己是不是愿意去做到这件事情。晚上他告诉我他愿意去做，但是没有想到隔了一天、隔了2天、隔了3天，我都没有收到应该拍照传一张图片给我，跟他说他今天画了什么神奇的兵器。后来我打电话给这个孩子说，你不是答应我了吗？为什么答应我的事情没有做到呢？没想到他的答案居然是，妈妈说不可以随便画在随便的纸上，他要带我去买好的笔记本以及笔来画图。
这倒是让我讶异了。孩子有兴趣去学任何有兴趣的事情，去发挥自己的想象力，但是阻挠他发挥自己想象力，让他坚持自己要去做的事情，到底是谁呢？我认为这就是台湾教育最大要改变的地方。孩子是有无穷潜力的，但是让他这些潜力发挥不出来的，其实就是他身边最亲近的人，用了一大堆理由去制止孩子们自己去探索，去创造自己的未来。